我们在家都听你老的磁带和录像带，专诵《无量寿经》已经3年多了。现在我们要想共修一众考众，已找到一个小寺院做道场，但是三位出家师父早课持楞严咒，晚课诵《弥陀经》。我们居士则在另一个念佛堂做早晚课，早课48大愿，晚课呢是32到37品。请问这样分开做早晚课，算不算一个专修、专弘、专修的净土道场？可以。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专修专弘，这样就很好。